韩国男神池昌旭一出场就吸引大批粉丝尖叫，因为暌违多年，男神终于来台湾了。네안녕하세요정말오랜만에인사드리는데요저는지창욱입니다반갑습니다一身咖啡色西装帅气亮相，池昌旭29号下午现身台北101，暌违多年再度降临宝岛，一到台湾就大客咸酥鸡，也让人好奇男神最想在台湾做什么。기회가된다면사실오토바이를타고대만을입주하는거는너무나도기대가되는听到池昌旭想在台湾旅游，也让粉丝都好惊喜，期待能够巧遇男神一起来场环岛之旅。不过池昌旭最近可以说是好事连连，近期主演的史诗级古装剧也即将上映，集结一票韩国顶级演员，超强卡司，粉丝都等不及了，要卯起来追剧支持自家男神。东森新闻综合报道。